大家好，这里是美美物语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飞天操作真的超帅，是我前几日看到 Game 8在 Twitter 上发布的文章，有一个原地起飞直接飞到天空的小短片。虽然整个操作看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我也是研究了好一段时间才搞懂。这部影片就要来介绍这个飞天操作到底怎么做到的，有哪些要点，以及我的小小心得，一起来原地起飞吧。首先要准备一根长枪类型的武器，以及两块大块的木板。准备好后，先把长枪和木板做鱼料建造，另一块木板平躺在地上，这样就一切准备就绪。第一步是直出长枪，在丢出长枪的瞬间按下倒转乾坤，倒转长枪，倒转按下的瞬间要紧接着再按下救急手，把长枪粘合在木板上。接下来就只要站在木板上，再对长枪使用倒转乾坤，顺利的话就会飞得超级高了。飞天的原理大概是利用丢掷长枪时让木板疯狂旋转，利用这个疯狂旋转带动木板旋转，但仔细看会发现带动的方向跟起飞的方向是相反的，貌似是让木板往地板的方向转，太大力导致反弹回来才飞得特别高，详细的我也不太清楚，欢迎大神来帮忙解释一下。整个操作说起来看起来都很简单，但其实成功率非常低，每个步骤都有各自的失败点，光一个丢长枪的动作就很多难点。首先丢掷的时候长枪不能飞得太高，再来就是最难的，按下倒转乾坤的时候木板的角度要刚好呈现45度角，暂停的时机要刚好，只能完全靠几率，并且要在按下倒转的瞬间用救急手准确地抓到长枪，大概只有1秒钟的时间可以瞄准，没抓到就得重丢，总体来说失败率很高。我大概操作了4到5分钟才成功一次，每一次飞的高度还不一样，使用度也就一般般，但是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操作技巧，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讨论，也期待有人开发更多的玩法吧。以上就是飞天操作的方法了，如果这部影片有趣又是有帮助的话，欢迎订阅并帮影片按个赞，之后也会出更多的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的内容哦。那影片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